帮你们叔叔报报仇。啊，你今天有点发烧啊，然后因为你这么小嘛，他也不怎么懂啊。问他也不怎么说，就是发烧可能也不舒服吧。然后我准备带他去输点打点吊针吧，因为那个打吊针好得快点。刚才又被他吃了药了，但是也不见怎么好吧。我们现在去打针了，好不好？打了针就好啊，啊！因为前段时间我也发烧哈、啊，现在也刚好，现在就到零六了，行了哈，啊，爸爸带你去打针啊，打完针就好了。一说到打针，他也有点怕啊，走吧，我们打完针就好，不痛的，不痛的啊。怎么办呢？那不打针也不好，好的也没有这么快呀啊！要打针才好得快，知道不？不打了，刚才打了啊！我们去玩一下，哎呀，我的宝贝啊，宝贝走。你看看说的，哇，这是宝贝的手机啊。对呀、啊。充电完，充电满没有？满了。满了。啊啊，好吧，他们现在去玩啊。看一下啊。去玩一下啊。好，有点烫。嗯、啊，是啊。发烧了。小心呐。嗯，去打针就好哈。宝宝不舒服啊。宝宝不舒服啊。宝宝没有舒服，打了针就舒服了啊！打了，苹果手机，看一下。沙发里头搞啊，那些正跟走了，是吧？那些角落啊、哦。不打了，看一下，把总保住了。看一下，总保住。咦，这样有点难搞嘛。看完了，现在回家了啊。那牛牛感冒，外婆也担心啊。肯定喽，打针喽，他早就打了。他感冒的去，你看他不舒服的就让我背，还要这样背带背。嗯。现在他妈妈都有妈妈一半长了。妈妈一长了，要针你。看这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你看他。哥哥，你带妹妹啊？我带了。哦。带妹妹啊。好棒！我带妹妹哈、嗯，要带好哦。回家带妹妹、嗯，把妹妹带好啊。别看他们两兄妹长得还不像啊，很像。
好嘞。